万户国运，镇镇安康，吾当乃当世名门，国之栋梁。着令吾当就近前往三圣山，押送洪丸三日抵达京师。钦此。恭喜真人。 得此契机，为国效力，陛下定当重谢。以后武当必将之武林之牛耳了。哎呀，真乃天恩浩荡啊！也多谢大人的提拔。提拔武当的可不是我，这是魏大人的恩典。魏大人。 长公还叮嘱道：“务必要保武当百年前程。”洪丸一事，为师觉得其中有诈。哼，大不了我们一走了之。有酒有剑，江湖云游。 岂不快哉？我们武当乃名门正派，岂能违背圣意？师父，剑仙失手，那武当精神何在啊？此剑名叫真武，持此剑者，执掌武当。 唐进，弟子在。将为师下面的话列入掌门起居录。是。天启七年，武当第23任掌门子阳，谄媚阉党，贪慕功名，伐弃剑破门，自废武功，道号子阳，列。 赤徒仆，师父，不可。只有如此，才不损我武当威名。此次下山，关乎武当命运。一行，你性子跳脱，万不可鲁莽。进而，一路不可掉以轻心。 于是顾全大局，我再将武当四象阵法传授于你们。四象阵需要四人合力守护宝塔阵，四人可在攻击时变换方位锁住护腕，注重的是配合以及防御的能力。尔等此行也需同样注重团结之力。